心话，我知道你正在前方，听战鼓擂在胸膛，现在已经是沙场，大风起兮云飞扬。有人说呢，沈阳是中国足球的一块宝地，我觉得这话真的是说得很有道理。今年我们中国队不仅在这里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同时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支沈阳的球队，在今年的5月26号，他们在意大利的卡里亚里在决赛当中罚点球6-5击败了法国队，获得了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沈阳回民中学代表队，有请。你看到在领队和教练的带领下，走在前排的是沈阳回民中学代表队，走在后面的呢则是我们沈阳的家乡的俱乐部金德足球学校的这些孩子们。可以说这两批孩子代表的是中国足球不同年龄段的未来。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回民中学的代表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我首先要感谢国家队的每一位教练和每一名球员，是他们为中国足球踢开了通向世界杯的大门，是他们给我们这些小球员带来了绿茵场上的感觉。我们有信心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还会攀登到世界的最高峰，把大力神杯带回这神奇的主场，带回我们中国。孩子的口气非常大，要把大力神杯给我们带回来，让我们耐心的等待吧。好，接下来让我们的小球员们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表达一下他们的心声，好不好？来，大点声啊！中国未来的足球，加油加油！中国未来的足球，必胜必胜必胜！谢谢。我们把更小的小朋友们请到前面来，来，小朋友们请到前面来。我就问一问，排在最前面的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段杰毅。训练了几年了？一年多了。现在颠球能颠多少？200多吧。15岁的时候郝海东好像只能颠100多个，现在已经赶过了郝海东。好，接下来我们的小球员也要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准备好了吗？努力拼搏，勇攀高峰。谢谢孩子们，谢谢。好，接下来有请著名歌手孙国庆、张伟进、汪正正演唱朋友们非常熟悉的那首歌曲《超越梦想》。等待几多轮回。
是希望在跟随，当整片已不再拥挤，就是心灵在体会，不在乎的恩待几多的恩惠，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靠着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杨钰莹带来一首《轻轻地告诉你》。大家好，虽然唱的是一首老歌，但是祝福的心不会老，让今晚的屋里和所有的人来祝福中国足球。心情
今天的胜利，能够有今天的欢庆的场面，除了我们球队的努力、球员的拼搏之外，还离不开我们球迷的这种支持。接下来我们请出的将是我们从祖国各地邀请来的球迷代表，有请。他们当中有的来自北京，有的来自大连，有的是来自福建、武汉、上海，应该说是代表了我们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其中的两位。这位老人今年已经是68岁了，看了58年的球，经历了7次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这个场景，而且呢，1957年的时候，胡金铛老人呢就在现场，在新龙潭体育场看球。和我们今年的十强赛相比，这两个场景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两个场景的话，我们那是第一次看世界杯，排了2天2夜的队，拿到了1张票，看台上晒了3个钟头。虽然我们没有出去，但是我们对以年维斯为首的那些代表队，我们是满意的。今年终于我们冲出去了。我们做一个70岁的人，以及我们同龄的80岁的人，这经历过7次世界杯的冲击人，我们的兴奋、我们的激动，我们是彻夜难眠。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这位老人。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位来自大连的球迷，他叫孙少杰，将给我们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帮帮忙。这份礼物是什么呢？大家看，这是一面并不算太大的国旗，如果跟刚才我们在看台上传递的那面国旗相比的话，那么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我们请孙少杰来解释一下。我手里的这面国旗是中国队1981年冲击世界杯的时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以3-0完胜科威特那场比赛全场唯一的一面国旗，珍藏了20年，梦幻了20年。今天我们终于赢了。这面国旗想必池上斌指导和沈祥木指导都应该还记得吧。当年的工人体育场上空呢，只有这么一面国旗在我们的看台上飘扬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球迷代表罗西还为我们的国家队准备了一份礼物，请把你的礼物直接送给我们的国家队队员，好不好？先展示一下。中国足球终于圆了球迷44年的梦，我为中国足球队写的是圆梦。那么著名的铁杆球迷，著名的篆刻家李铁为中国国家队教练队员每人用寿山石和巴林石每人贴刻了一个章。现在把那章给好，就把这份礼物送给我们的国家队。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球迷朋友，还有著名歌手高林生一起演唱歌曲《牵挂你的人是我》。沈阳的歌迷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高林生，谢谢。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谢谢。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足球队的胜利一起加油喝彩，好不好？让我们把心里面对中国足球队的牵挂唱出来，好不好？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我。半个世纪的不懈追求，前仆后继。看今朝梦想成真，万众欢庆。有人说，此次中国队的成功得益于幸运之神的惠顾，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请中国足球代表团团长南勇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有请南勇团长。全国球迷朋友，此时此刻我正在这里非常的激动。中国国家队在冲击世界杯的历程中整整历时了100天的时间，在这100天里，中国国家队的全体将士们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巨大的压力，但是他们也有挑战自我、战胜自我、战胜困难、迎接胜利的喜悦。在梦想成真的今天，我们永远忘不了为中国足球献出毕生精力的前辈。历史会记住原44年足球梦的中国队的全体将士们，我们更忘不了五里河体育场全国球迷对中国足球队的支持、关心和鼓励。在此，我向全国球迷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大家。我们也感谢南北平，感谢中国足协，感谢中国足球队。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回到8月25号，从五里河开始，让我们回顾那13个激动人心的瞬间，请看大屏幕。队的队员和教练们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份礼物，请他们上台来。有请。他们为现场的观众朋友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呢？是签了名的足球，他们将在台上将这些足球踢给大家。没有关系。范志毅，第一个。沈祥福第二个，郝海东、张玉宁、苏茂贞、江津、杨浦、齐红、杜威、池山。
上宾，池上宾，李铁，金志扬，徐涛，欧楚良，邵佳一，邵佳一，力量再大一点。最后一位是吴成英，谢谢谢谢，请各位国脚留在台上，我们共唱一曲《真心英雄》。同志为中国足球队颁发2001年中国足球龙之队特别贡献奖。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好，我们请杜威、苏茂贞和齐红留步，请杜威、苏茂贞和齐红留步。由于明天呢，我们的甲 A 联赛又将恢复进行，所以国家队的很多队员现在已经是连夜赶回了自己的球队。明天呢，大家就能够在甲 A 联赛的赛场上看到他们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采访一下苏茂贞。茂贞，我想问一下，由于在这次世强赛期间呢，你并不算绝对的主力，但是呢，每一次我们看到你的上场都能够保持很好的状态，你是怎么处理好自己这种做替补的这种心态呢？因为我们知道，平常你在国家队和在泰山队都是绝对的主力。对，我觉得这次国家队呢，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主力也好，替补也好，然后呢，都是，大家都非常团结，然后呢，都是想到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利益，然后呢，不管主力替补，平时在训练当中和比赛当中，都是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对于我来讲，可能上场的机会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只要有机会的话，就有机会上场，我就会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能够为国争光。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一种这个表面的这种道白，因为在那场比赛里，我们就看到你上场之后有一次非常精彩的头球的破门。谢谢茂贞。杜威呢，应该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代表了。那么不仅是已经打完了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决赛，而且代表我们打了十强赛，接下来有更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你。对奥运会，对奥运队，我们的这个前途怎么看？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希望打好这次奥运会，也像这次世界杯一样，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很好的成绩，好，谢谢杜威。我们相信以杜威和他的伙伴们为主啊组成的国奥队，一定能够在两年之后给我们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齐红，明天呢就应该参加我们的联赛了，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我们观众说点什么？难道不希望我们的观众到联赛的赛场上为你们加油吗？比较偏心一些，希望支持上海申花。不管冠军属于谁，他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获得的。我们再次感谢几位球员，谢谢。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挥舞起手中的旗帜，在苏南的红旗飘飘的歌声当中，再次度过一个美妙的时刻。沈阳的朋友们，晚上好。那是从旭日上摘下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一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你明亮的眼睛牵引着我，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时候，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
来，有请著名香港歌手陈晓东演唱。Hello， 沈阳朋友们好，好吗？很高兴今天来到沈阳，然后恭喜我们国家队出现，值得开心的事情，非常非常感动。送给大家一首新歌《自由港》，希望你们会喜欢。Thank you。就这样被你征服，很想。
雪峰演唱《激情时刻》。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2001年是中国足球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一年，是我们终身难忘的一年。是的，而且这一年中国的喜事是特别的多，中国入世，申奥成功，可以说2001年是中国幸运的一年。对，我们希望今后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时刻，每个时刻都像今天这么快乐。所以呢，我们当然要再次唱起那首永远不变的主题歌，同一首歌，请出我们的新老两代球员的代表江津和傅玉斌，以及我们著名歌手满文军，共同送上这首同一首歌，有请。
感受，你让我